华为，作为帮你频道上第一支华为评测影片。继美国宣布针对华为的禁令，现在我非常的兴奋，因为我就要开箱这款华为 Nova 7i。昨天华为发布了新手机荣耀 Play 和荣耀 9i。大家都知道，美国最近把华为拉入了实体名单，对其进行了一步步的封杀。